哇，我背后就是万丈深渊的大海呀、啊！坐在这海边看海景，真好哟！在午后的时光。看这样，手脚变硬，爬上来，光溜溜的石笔呀、啊！好可爱的大海狮，在那里睡觉晒太阳啊！哇，那里还有啊！哟，那里也有一条小海狮在那里，哎呀！哇，那个小海狮，哎呦，海鸥、海狮，哎呦，漂亮！可以说这里是一个天然的海狮湾呢、啊、来这里看海狮、海鸟，听海浪声，并且爬上孤岛看海景。美呀、啊、美，真美，美呆了。温哥华好山好水好精彩。没错，这里就是西温著名的怀特崖公园。快乐在万丈深渊呐、啊、这背后就是啊怀特小岛啊。这风景非常不错，我今天特向大家推荐如何搭公车来怀特崖公园。如果您也感兴趣的话，就跟着小花一起走起来吧。我们先可以搭车来到这里温哥华 City Center Station 天车站，这里下车，然后到对面去搭257，257到马蹄湾，257马蹄湾快线上车了，9:30钟上车，10钟到达了马蹄湾。从温哥华搭57过来马蹄湾，半个小时就到达了啊！搭巴士，马蹄湾，我又来了马蹄湾啊！这就是马蹄湾了。然后从马蹄湾步行过去怀特崖公园，在2.7公里，不是很远。我们就一边观景一边步行。马蹄湾小镇呢、一边走路一边观光，多好！看看马蹄湾，哇，研究马龙家这条路一直往前面走，有很多风景看啊！这些隐藏在山林里面的豪宅啊，你看这一棵千年古树啊，这么大一棵，哇塞！这路上好幽静啊，在这里住的可舒服了，在这里住啊，长10年命啊，护理是可高了，真不错，这个地方好幽静。Copacabana 铜湾啊，哇，这里有一个湾，铜湾啊，到这里去看一看先。哇，这一路上都是景啊，你看这花草树木，这就像在一个大公园里面一样。空气好清新，舒服，一路走一路看，风景无限。哇，你看，嘎哥，这家门口种的南瓜，哇，这么多啊！家门口种了好多南瓜呀，这些人呢？哎呦，这好玩，好玩也好看。哇，你看这边的豪宅，森林深处的豪宅。哇，这里这么多南瓜哎！这里更多南瓜。向西南方向。这么多南瓜，你看，这么小的藤，这么多南瓜。哇，还有洋葱哦。哎呦，这么多苹果哎！哟，这苹果厉害，这么多苹果。哦，这路上不错不错。看一看西温的豪宅。绿树成荫啊，掩映在这青山绿水之中啊，向南方向，这里真舒服啊！哇，这个海边豪宅啊，海边豪宅最漂亮了、啊！哇，这个大花园呢、啊，哟塞，厉害了！这大花园，这么大一朵花园。哇，好像一个大公园呀，真舒服！哇塞，来这里看看这个湾，
哇，这里下去。Hello， 这里是铜湾啊，我给美女湾里来的铜湾了。你看这海上，那是什么？是鸬鹚吗？不错啊，这海湾边。在海湾边不错，哇，就是啊，搭公交车走路这边看到风景啊，那边还有人在烧烤嘞。哦，在海湾边上不错，这里看看风景挺好玩，那里还有一个豪宅，那么大个豪宅还在建当中呢。哇，西翁啊，豪宅啊，马兰娟路上的豪宅呀、啊，哇，住在这里舒服啊、哦！哇，西温的私人豪宅呀、啊，这么漂亮，这么大个院子，你看，就是个大花园呐、啊，这么漂亮哦，大花园，厉害厉害，住在这里真舒服、哦，有钱人呐、啊。小区里面挺幽静的，一出来就是大海。哎，这路边的码头，路边的码头来看一看，哇，这风景漂亮。这个海湾，这么多人在晒太阳啊，日光浴啊，晒太阳啊，哇。这个海湾漂亮吗？哇，怀台崖公园那个小岛上面的人呢？哇，那些人登上了那个小岛，你看，不错不错，这边的风景，赶紧过去看一看，马上就到了啊、哦！怀台崖公园，我们来到了11点钟的时候。从马蹄湾那边走路过来，差不多一个小时，2:07，一路上的风景很漂亮的，很好看的。其实走路过来比开车过来更好啊。好，我们现在到岛上去看一看。啊，从这里可以过去那个小岛啊，那一座石头山啊，那个小岛孤岛啊。如果一涨潮的话，那就过不去了。现在赶紧，还没涨，可以过去了。全部是这些大石头堆在这里，这个大石头，走过这个大石头就到那个怀特小岛上了。去小岛上面看风景非常的不错，哇，光溜溜的石笔路啊，看这样手脚变硬爬上来，光溜溜的石笔啊，真的是哇，有一点危险啊！啊，你看他们坐在这里等我们上来，他在那个下去了。哇，这光溜溜的石笔路啊！哎呦，得小心一点了。你看这么多人在这里潜水，这是一个潜水的好地方啊！好多人在这里潜水啊！哇，这个怀台小岛上面看风景无敌啊！我们的温迪美女也爬上来了啊！你看这石山，我的个奶奶，没有一点护栏哦，好危险哦，小心一点！嗨，终于到达了怀台小岛了，你看，哇，我这背后就是万丈深渊了。啊，好危险的，这里在悬崖边呢啊，得小心一点啊！你看这极目远眺，哇，茫茫的大海无边无际啊！哇，哇，有一点怕，有点怕。怀特小岛啊，这个孤岛啊，是一座石山呢，这一座石山孤岛。你看呢，在孤岛上面看四周的海景，非常的不错啊！哇，你看那个。无敌海景，看一看。哇，那个渡轮是去波纹岛的渡轮了，还两层的渡轮，波纹岛的。
哇，中午12点钟了，人越来越多了。现在沙滩上面有这么多人了，哇，要游泳的、潜水的，哇，这么多人在潜水呀！那个怀特小岛啊，如果涨潮的时候他就把那一条路淹，那就过不去了。我想应该是每天中午12点钟之后开始慢慢涨潮了吧，最迟可能4点钟以后就会把那一条小路淹了。所以说呢，我们在4点钟之前就要下到小岛回来，要不然的话就回不来了。哇，那边小岛，我们已经从那个小岛上面下来了。哇，这海滩也漂亮啊。现在我们到这边的石山上去看一看。12点了，我们丰富的午餐，你看从家里面带来的、哦。哇，坐在这石头山上享受这美味的午餐很不错。哇，又坐在这里看风景，一边享受美食一边享受美景。哇，这大海美景太无敌了。嗯，不错不错。海狮洞啊，海狮湾，来这里看看。哇，好多人爬船来看海狮啊。哇，看看这海狮，海狮，哇，海狮晒太阳。哇哇哇哇，你看一下，你看一下。哇，你看那人，人跟海狮完美结合啊。哇，爬船过来看海狮啊，他们那条裤子，那里那里海鸟，海鸥啊。哇，那海鸥漂亮。哇，这个海湾，海狮的天堂啊。穿户武装在这里潜水，在这里，两块大礁石上，海鸥啊，海狮，乌鸦在这里绝笔上面找吃的，哇，哇，这海景太漂亮了啊！就坐在这里，看看大海，听听海浪声。真舒服啊，真惬意，坐在这里。哇，你看这山顶上，这蓝天白云，这风景，心情格外的舒畅啊。大海泛舟啊，多惬意啊！哎呦喂，好几个人，好几个不见。哇，你看，一个人坐着，一个人爬船，一个人享受。哎呦，太享受了，神仙眷侣啊。啊，好玩了好玩了。哇，哇塞，哎呀，比赛呀，摸到厅比赛呀，好玩好玩。哦，哈哈，好玩好玩。你看，太舒服了，这活在海面上，哎呀，有意思，有意思。好了，最后谢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